Check the time, it's 6:30. Watch the sunset bit by bit. Think about what we could do. A dinner date with candles lit. There is something I must confess. Can't be sure you will accept. But babe, won't you come with me and we can live our best. Boy, your smile's just a mile away. And without you, I won't be okay. Till the end of our time, the world will be fine. Say you'll be mine. I know that you are the one for me. You know that you are the one for me. Me and you, we're just meant to be. With you forever and ever. I know that you are the one for me. You know that you are the one for me. Loving you never tasted so sweet. Forever with you eternally.大家好，我是刘特，在剧中饰演成立，补水用樱树，基底深修护，樱树小白瓶诚邀您一起观看《你成功引起我的注意了》，澎湃保湿，水润先肌，年度明星保湿利器，超补水的哦。我，令寻寻，29岁，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，名牌大学校花，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的女学霸。就在同学们灰头土脸为工作奔波的时候，我却轻松放弃了大公司的 offer， 毕业就嫁给了爱情，享受着全职太太的悠哉生活，还有一个超可爱的儿子，如今生活美满，人人羡慕。唉，好吧，我是叫令寻寻，但只是名牌大学的昨日校花，毕业就失业的过气学霸，曾经自以为是的骄傲，现在都被啪啪打脸。老公出轨，我二话不说直接离婚，赌气没拿他一分钱。可就在办完了所有手续后，才发现自己有多蠢。我没收入，怎么争取孩子的抚养权？唉，我只能投奔闺蜜家，想办法找工作，像毕业生一样投简历等面试。可能。还不如别生。哼，但选择是自己做的，跪着也要坚持下去。我一定会找到工作，拿回孩子的抚养权。我就不信，我才29岁半，我一定会靠自己。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事情我们私聊吧。你全责，联系我助理吧。哎呦，你就别麻烦了，我给你2000。嘿，这小孩讹我呢。这车也就2000多万吧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有保险。保险刚过期。那大不了就赔得倾家荡产嘛，我养你啊。你怎么这么好呀、啊？早知道当初嫁给你了。哼，当初瞎呗。此刻不需要说实话，我还是自己一个人回去待一待吧。嗯，那。这是我一朋友的简历，大家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可以推荐他。周总，怎么又是他的简历啊？宝贝儿，你朋友7年没工作过，你还不让安排当前台，我们怎么帮你啊？对啊，名牌大学毕业的断工女，高不成低不就的。
周全，哎，你等一下，我蹭个车呗。有面试啊？投了200份简历，一份阅见都没有。啊，那你这穿的够正式的。时刻准备着嘛，万一有面试约见的话，马上奔赴战场。又张扬，怎么样？那你今天打算去哪儿？谈赔偿。你这衣服也太褶了吧？怎么没熨熨啊？哦，昨晚太晚了，我找不到熨斗，我又不好意思叫醒你，所以。我瞎客气。哎，那今天就先这样吧，走吧。谢谢啊。哎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前台有人吗？我不就是人吗？找谁呀？前台。哦，我找王助理。你是令学学吗？等会儿行吗？我陪老板在面试。啊，行，没问题。嗯。公司够了不起啊，24小时随叫随到。我研究生毕业，现在让我做保姆。我什么都可以满足老板的，试试我吧。公司在招聘什么职位啊？怎么感觉跟选美似的？老板招聘私人助理，24小时待命的那种，要负责家政，还得对接公司事务。哎，那不是挺好的吗？为什么都哭着嚷着跑出来了呀？你没有私生活吗？你不谈恋爱啊？24小时就是将自己卖给他了。那你刚刚不是看着挺想去的吗？我是志不在助理，你想啊。老板他又帅又多金，要是能将他一把拿下，那不什么都挣回来了。人家只想找保姆，有的人却想当老板娘。不过那个小孩居然是老板。今天还有要面试的人吗？还有一位。不好意思，我是约他来谈赔偿的，我马上让他出去。请给我一次机会。嗯。你叫什么？我没叫。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啊，我叫令寻寻。29岁，毕业就结婚，没有任何的工作经历。你凭什么胜任我的助理啊？私人助理是个专门服务于您的职位，除了要做秘书的工作，还要照顾您的生活起居。多年的家庭经验让我有奉献精神，而且还有细心和耐心的优秀品质。记性不错，临时抱佛脚，还知道上网搜一下助理手册，核心内容一个字都不落的。我欣赏你的应变能力。但我需要的助理，可不是一个只会背书的复读机。谢谢你，令小姐。程总，程总，我……哎呀，怎么，床疼你了？那是你的头印，还是我的胸口印？我的头。那你该跟我说什么？哦，对不起。快出去。
程总，程总，我撞了您的豪车，回家发现我的保险过期了。我问了懂行的朋友，他们说，光修车费就要50多万。我刚离婚，也算是净身出户，我真的没有那么多现金还您。如果您可以给我这份工作的话，我一定会努力做一个称职的助理，因为我比任何人都需要这份工作。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，而且我就可以一边工作一边挣钱还您，这是个双赢的事情。双赢，但是在你的角度看，对我而言这就是在做慈善。不好意思，你的故事没有很惨，并没有打动我。你现在要做我的助理还真的不够资格。哦，对了，以后出来应聘记得穿一个整齐的外套。穿着精致笔挺的羊毛短裙，300支的纯棉衬衫，微微露出我的锁骨，站在180度环绕江景的办公室里，吃着助理送来的午餐。如果7年前我没选择放弃职场，另一个平行时空的令寻寻会不会活成我理想的模样？程总早。他怎么在这儿？程总早。他到底要怎么样？他是尊佛请不走吗？保安赶了，可他总有办法混进来，他也不影响大家工作，就默默地在公司门口。你把他给我喊进来。程总，您叫我。林小姐，你的执着我很佩服，但是你真的不适合做我的助理，你不妨多投几份简历，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？程总，这是我这么久以来唯一的一次面试机会。我为我那天心软破格面试你而道歉，我不该给你不切实际的希望。程总，我知道你觉得我很烦，但这真的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。而且我在公司这么多天，我发现你的面试结果也不好，要不然你就试试我吧。实在不合适，那就算了。我招的是私人助理，研究生学历，英语专八，会做饭，能打扫，还最好受过专业的家政培训，需要24小时随叫随到，没有任何的个人时间、个人需求。我还有很多生活上的特殊习惯，真的不是你终于穿了一件整齐的西服就能胜任得了的。你也看到了，我陆续面试了100多号人，每个人都比你优秀。但是这100多号人也不一定可以给你免费试用的机会啊。但是我可以，程总，请您布置任务。那你负责打扫公司，包括厕所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去。程总，让一下。怎么又是你？阴魂不散。程总，我知道你不想看到我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就想着下班的时候在这打扫。我先走了。令寻寻小姐，你接下来干什么我真的不知道，我要你擦厕所打扫公司，只是想让你知难而退，我真的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。怎么可能没关系呢？
我们可是有金钱关系啊，50多万呢、啊，这就是关系。您怎么下班时间过来了？因为你一直不接我电话。没听见。未接来电，不知道回一个吗？手机没电了。那你手上拿的是玩具吗？程总，您还有个商务餐会要参加呢，别忘了，快迟到了也行。那还不快走？啊，我们母子说话，轮得到你开口吗？嗯，大程总，作为程总的助理，我有必要履行我的职责。助理？有金钱关系的助理？他花50万买的你？对，他买断了我的时间，买断了我的服务，我必须履行我的工作职责。程总，请吧。这位女士，可我刚刚好像听说她不想跟你有任何关系，也没打算招你进公司。请问你是哪门的助理？大程总，就刚才这会儿是小程总对我的面试，谢谢您的配合。是的，就在半分钟前，我决定录用他了。刚才是他的一个小测试，我对他很满意。程立，你要跟我赌气，可以换个方式。请不要拿工作的事情开玩笑，你确认他能做你的助理？我确定，我面试了100多号人，就在刚刚，我决定正式聘用他做我的助理。准确来说，是贴身助理，很贴身，很贴心的那种。简直胡闹！我们真的要赶晚宴，先走一步。我真的能成为你的助理吗，程总？你好烦啊！坐回家。我成功了。我不同意，我连公司前台都舍不得让你去，你倒好，跑到人家富二代家给人当保姆。哎呀，这不是保姆，这个叫私人助理，说好听点呢，就是特助。就跟那个天天上热搜的林一周的文特助一个身份，人家文特助是男的，老板是林一周，那你这算什么呀？住到人家家里去，洗衣服做饭伺候人家，放到古代你就是陪房丫头，你知道吗？再说了，孤男寡女的，他要是想对你动手动脚，你这小身子板你能干什么？等等，看。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个名片的 title 是前台。哎呀，你再仔细看看，真的是玉美玲，可以呀、啊，一撞还撞出来个钻石王小五呢。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你们这个程总应该是美城集团的太子爷吧？前两年刚回国那个。对。人家现在23岁，长得跟明星似的，身边美女如云，帅哥也不少。先别管他性向是什么，你觉得他能看上我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在我的心里呢，你是个一等一的美女。但是确实，可能你们这个老板呢，看不上你这种明日小黄花。哎，不过我觉得你们这个程总挺低调的，放着好好的集团太子爷不当，非要跑去这个小破公司当总经理。周全，咱们先别管那些老板们的八卦。我知道你就是担心我这个明日小黄花，但是我也不能一辈子靠你接济啊。你也知道现在找工作很不容易，他给的工资挺高的，我也暂时找不到更好的了，对吧？我现在就想好好的独立，这样才有可能把嘟嘟接回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但是咱们俩说好了。如果你觉得委屈，咱就不干了。
哇，这也太空了吧，哪像人住的地方。程总有些轻微的洁癖，他的房间每天都要消毒一次，消毒水的味道他受不了。哦，所以你要用玫瑰精油调过的喷雾把味道盖一盖。哦，桌面上不能摆放杂物。嗯，家里除了你们两个不能有活物。哎，那花花草草算不算活物啊？算，他早餐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，就是乳制品一定要是新西兰南奥塔哥牧场的，牛奶要脱脂的。哦，每天他10点到公司，你7点起床，8点准备早餐，9点出门。我刚才说那么多你都记下了吗？啊，所有的外套要全部干洗，贴身的衣物要用专用的洗衣机和烘干机消毒，洗衣后柔顺剂的品牌千万不能搞错了，用完了要买同款无香洗，他不喜欢太浓烈的味道。这个是杂物间。天哪，这是什么衣服啊？难道说老板有什么特殊的爱好？上次开 party 的时候留下的。放心，老板的审美和取向都很正常，你应该很安全。在这个空间里你最好随时隐形，程总有需要会叫你，友情提醒，千万别往他跟前走。好好。最后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，房间里所有的区域晚上都不能关灯，老板喜欢亮堂，备用电源也要随时检查，以防意外停电。哇塞，有钱人不怕浪费啊，灯都不关。好吵啊。程总，对不起，还没提醒他您喝咖啡的习惯，我再给您换。出去。云云姐，王助理给你的提示啊？我以为是你给的提示。你开个乐吧，我哪有这么善良。什么提示啊？咖啡杀。你是第一个新人泡咖啡没被老板砸杯子骂出来的。真的吗？嗯。搞定。进来一下。五四三老板，有什么吩咐？没什么。啊不，去，把这份文件给我复印3份，正反复印，其中一份传给总公司，另外把我的发票走公司 O A 流程保障，还要给临时老板准备一份结婚贺礼，最后把我干洗的西服拿回来。辛苦了。萱萱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明天见。哎，辛苦，拜拜。我有一种直觉，我觉得吧，荀彧小姐姐能把老板安排得明明白白。嗯，事情做完了吗？就开始偷懒。程总，您布置的工作都做完了，可以让王助理检查。
你确定他真的没有工作经验？简历上是这么写的。那我还请不走他了。老板，您要找的是助理，如果他能胜任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不喜欢他，他长得不好看。包小静好看，要不让包小静当您助理？那还是算了吧。这个工作需要七成二十四小时待命，你没孩子吧？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承诺书啊？主要是这个助理岗位要求比较特殊。那一定要签吗？嗯，你再考虑一下吧。还真没想到这中午还能跟你吃饭呢。哎，你们这种贴身助理中午不用陪老板吃饭啊？他每天中午都有两个小时生人勿近，这么年轻就有午睡的习惯了。快上快上。 Yes。 哦对，今晚的派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对哦，我让王东安排一下。请慢用。今天晚上老板在家里办 party， 你赶紧回来准备一下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得走了。干嘛去啊？老板突然要在家里大宴宾客，我得去准备。走了，拜拜，慢慢吃。哎，这谁？ Hello everybody， 这是公司的研发总监麦克，在时尚圈和直播圈都挺有名气的。是男人吗？今天怎么没有美女帅哥 waiter 啊？上次穿内衣特有型的那几个呢？今天是打算玩良家妇女 cosplay 啊？哎，这位小姐姐，你干嘛瞪我呀？麦哥不高兴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先生。你叫我什么？你叫我先生 ？No， 我是麦克，我是麦克。程丽，你这个 waitress 很没有礼貌哎。他不是 waitress， 他是我助理。啊？他就是你招的那个贴身特助，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的那种。对啊。人家超羡慕你的，是不是当你的助理都得找我顶话吧？憋什么坏点子？麦克让我穿这个。嗯。那老板怎么说？他倒没说什么，但是如果你不穿吧，他肯定会没有面子。麦克跟他打赌呢。哎，我先出去了。士可杀不可辱，老娘不干了。妈妈，我想你了，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啊？我们再去游乐园玩吧。妈妈，我作业写完了，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呢？妈妈，我睡不着，我想听你讲故事，我想陪你画画，我想跟你一起睡觉。林寻寻，你还想接儿子回来吗？这么快就放弃了？
这么容易就被逼走了吗？你没有自尊心的吗？你没有底线的吗？姐姐奉陪到底。这阿姨有点意思。老板一早还有会，我先去准备，辛苦你赶紧打扫。好。此刻的我，像是看完一场荒诞可笑的电影，人群散去。才发现结尾有彩蛋，他惊喜地告诉我，电影里那个我最不喜欢的小丑就是我自己。程立，你个大坏蛋！刘先生，今天的会我不能迟到。啊，程总，我给你叫了车，五分钟之后就能到。我去给你买把伞啊，你等一下。你回来。程总，车来了。快点，我赶时间。这个文件你看一下。哦，好。这个学生呢？
他去把车子送修了。一上午。嗯，还去了医院。我们约了王总晚餐，需要准备什么样的伴手礼？他在哪个医院？您是刚才接电话的周全小姐吧？您就是程总吧？那去缴费吧。确实应该你交。我不知道令寻是哪根筋搭错了，非要死乞白赖给你当这个助理。我也不知道他上辈子是欠了你什么，这辈子要还你，不带你这么欺负人的。你知道他为这份工作付出多少心血吗？小静，你可以把那个家政阿姨电话给我吗？家政阿姨？嗯。哦，还以为家政都是阿姨呢。他想方设法去找你生病的前任家政大叔，去了解你那些奇葩的生活习惯，什么只喝那种劣质速溶咖啡，却要南非的糖、新西兰的奶、阿尔卑斯山的矿泉水，这种变态的要求。他七年没有上班了，他不知道怎么用那些公用设备，每天要伺候你睡着了之后，再把我拉到办公室，去让我手把手的把所有设备全教他用一遍，然后早上七点钟拉你起床，给你做饭，送你上班。你知道他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睡超过3个小时了。他确实很珍惜这份工作，为了做好你的助理，他每天担惊受怕的，生怕哪儿做得不好就没这份工作了。是，他七年没工作了，没有什么经验，也找不到其他更好的事儿。但是不至于为了这么一份工作到不要脸不要命的程度吧？这位小姐，闭嘴！我还没说完呢。你如果觉得他不够好，你可以辞退他，但是你不能用这种伤人的方式把他留在身边，羞辱他，折磨他。他再怎么说是个女人呀。如果你能给他个公平的机会，让他证明自己，不是更好吗？现在还能找到钟点工吗？程立，你个大坏蛋！不用找了。你说话呀，发什么呆呀？啊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个回复。周小姐，是你一直不让我说话的。首先，我为我的助理因公生病表示慰问和歉意，所有的医药费我都会报销，我会给他一个星期的假期好好休整，下周正式入职上班。哼，这话听着还有点人情味儿。还有，我并没有欺负他，也没有羞辱他，他拿着我的高工资所付出的一切，都是和他的收入成正比的，所以你也不用替他觉得委屈。另外，你好像不太了解你的朋友，他豁出去的时候不是一般的火辣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我真是丢人丢的老老茧了。令寻寻，你给我起来！哎，我就奇怪了，令寻寻，我平时没有发现你有这么多特长呢。你烫一大卷，穿一 cosplay 小裙子，你就给我到处晃，你怎么好意思穿成那样呢？啊，我看那视频的时候，我都不好意思说。你干嘛？你想什么呢？你说话呀！我录取面试100多人，每个人都比你优秀。可是这100多个人也不能免费给你提供机会呀。哎，程总，你救我！说脑子话了，从我身体上碾过去。怎么啊？唱粉底了？来，摆的挺好的。C D C D 也来不及，来这来了。好的，来吧，大哥。来。那你穿这么正式？就长脸不错，那你打算去哪儿？昨晚怎么没熨衣服？跟我下快戏，赶上 rap。
是谁关的灯？给我打开！程总，你是不是怕鬼啊？怕你个大头鬼啊！你打我干什么？我就是开玩笑。再说了，我年纪比你大，好歹是你姐姐。陈总，陈总，陈总，今晚聚餐。谢谢陈总，谢谢陈总，谢谢陈总，谢谢老板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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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，姐姐啊，你出来玩得放开啊！你这个，别碰我！哎，